我甲伊丢报告者吼，那像这一区田吼，那丰收的话吼，田头啦，讲足水的，一区田哦，天天收了十外万啦。啊，伊这区吼，这区吼，即马卖无三万啦。兴港乡拢总有160家啦，啊是大家拢有损失啦，损失多较少尔啦。啊，议长啊，这个咱的赖清美议员吼，啊甲首报啊。去甲咱中央讲，啊，咱今仔会，咱的议长就来到咱这个产业者来关心，啊，我拜托伊甲咱帮忙。哦，是毋是讲中央会当会编制吼，搁较完整、搁较完善的遮一寡措施吼，来帮助遮农民。啊，无伊若拄到这种情形嘛，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无奈啦。你无做地袂使起得好远啦。啊，但是你搁第二届政策修成搁干尔歹吼，可能嘛是感觉讲我真心内嘛真艰苦。八月份是雨水伤济啦，啊，这边是雨水无够。哦啊，所以葱头变葱头煞袂大，较细啊。啊，所以失收差不多剩三成左右吼、哦。啊，其实真可惜吼、哦，真可惜。我老母迄头是农民啦，啊，我老爸这头是做工，所以工人的生活我了解，农民的辛苦我嘛清楚啦。竞选这么激烈的时阵啊，大家拢想尽办法，哦啊，看要安怎去较侪人的所在去争取较侪选票。哦，伊也是办搁较大个活动，哦，啊，看会当得到较侪人个支持袂？但是我也毋是，哦，伊安尼安排来从农遮，啊，知影从迄个从农个艰苦，啊嘛知影理事长个难为，哦，啊，所以大家要来共同关心。我感觉讲吼、哦，有一点为农民拍拼个心，都值得咱个支持啊啦。你讲对唔对？对。